它虽然很花，后面都还有做那个松紧带，所以呢你们就正常带就可以了。然后侧边有开一个左叉，非常的美。那如果你是想要出去玩，你可以用140小袖袖，然后这边的手袖弹性都很足够，所以也不会有那种紧手臂的问题。身高是161公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全长长度，小至高个我觉得都可以驾驭了。屁股也不会有紧勒的部分，后面全部都有做松紧带，所以呢完全舒适。还有点绿粉咖，就是那种度假感。而且我们帮大家客制化三个尺寸，你不用担心。帮大家严选的套装呢，都一定是那种 CP 值最高，一定也是拆搭，也是非常的好看。张子志认购时髦带着走，请给爱心哦。